主料：泡发竹笋260克，韭菜8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买回家的竹笋洗一下，韭菜切成寸段，锅中放油，入竹笋翻炒，加入韭菜继续翻炒，加入盐、酱油、水焖煮一下。汤快要收尽时，加入鸡精调味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韭菜脆一点的话，可以晚点放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